案蔡周妍、林志颖、张智霖等人出演的音乐剧《骑士星光》在上海拉开帷幕，林志颖再度携手阿萨在剧中演起了情侣。首次出演音乐剧，几位主演的压力自然不小，但因为蔡周妍和林志颖七年前就曾合作出演过情侣，此次再度合作，两人也是相当默契。我觉得你们很配啊，真的，我也觉得真的很配，在荧幕的那个情侣是两个也是很可爱啊。而当天不仅有甄子丹、乐嘉等人作为嘉宾到场支持，张智霖的爱妻袁咏仪也前来助阵。而对于说惯了粤语的张智霖来说，此番尝试全普通话的音乐剧也是个不小的挑战。那么漂亮的女孩子为什么会跟这个笨小子在一块呢？其实我觉得张智霖很勇敢，因为一直以来我觉得舞台剧对我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，我一直都不敢接，但是他有这个勇气，我觉得我一定要再支持他。我是第一次的，然后我觉得如果让我用广东话来再演一遍的话，我相信会更有把握。